你变得比以前更美了。哼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狗觉得屎好吃，那就吃着咯。你把我比作屎？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我发现你这次破开封印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哦，是吗？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。我好像突然对人世间的有一些事情产生了一些兴趣。产生了兴趣？人世间的一些事情？莫非你……你想些什么呢？龌龊！啊，还好吧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就要喊人了。我被封印了这么久，积攒了很多的力量，正好可以全都给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是第一次修炼，他居然就悟到了真正的奥义。师弟的天赋，天下间无人能及呀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在这里参悟了数百年，依然没有太多的收获。没想到师弟一天就领悟了其中的真意。我发现其实很简单的，不如我把我所学的都传授给师兄。啊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悟到了，悟到了！这，我的修为竟提升了这么多，多谢师弟。谢谢师弟将这篇功法的真意传授给我。师兄客气了，若非师兄大公无私带我来到此处，我又怎会领悟这篇功法？现在不过是投桃报李罢了。既然如此，你我师兄弟就不必客气来客气去了。师妹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竟能参悟祖师爷留下的功法，当真是人生之幸事呢。